嗨，同学们，今天依然是下点小雨儿啊，气温10度，哎呀，暖和，哎，水温的话，16，差一点点，好，行。今天这个雨打在身上，格外的刺激一点。这边一年到头，其实也就这么几天啊，最多10几天，有这么低的温度。那既然遇到了，我们就迎接它啊，不要躲着来，还是纯烟包下水。100米自由泳，2分钟爆杆，没有速度要求，还是拉长游。而且这种冷的水，同学们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的体能，因为你感知那个累的门槛，由于寒冷而变高了。等你感觉到累的时候，那已经是累得不行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要缓着点来。预备，走。
面两个不感觉到累，只是有点麻。最后一个真的是这个肌肉突然就乏力了，它突然就软了。今次游泳结束，放松100米，下课。